Welcome to the show。我们今天呢是在香港，所以呢这里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是在一栋大楼里面，我们今天要去看一家香港的这个音响公司。一家音响公司呢叫做 Westminster Lab，我给你们看一下。OK，这个就是 Westminster Lab。一家香港的这个音响的这个，咱们说小公司非常小，来带我们看看他们。Hey Angus，你好，你好，你好，Angus，你的普通话可以吗还可以。？OK，那我们可以讲普通话台。OK，好。我谢谢你，我今天来参观一下你们的这个公司，不会太打扰吧？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因为下班了，right？对七对对，点多了没错。，OK，Angus 带我们转一圈好吗？看看你们的这个公司。其实这里就是我们好像一个这个 lunch 的地方，就是跟客人这里谈天，然后聊聊喝酒。哦，sorry，打断一下，Angus，我先补充一下信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Westminster 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5年前，他们呢是在第一次首秀是在德国的慕尼黑音响展 （Munich Show），然后呢在那边展示了他们的这个作品。他们主要是做两样东西，一个是线材，一个是功放，功率放大器，然后都是 made in Hong Kong，proudly made in Hong Kong，都是在香港制作的。其实我成立公司的时候是在我在英国，OK，那个时候的线材都是在英国做。所以为什么你的公司名字叫 Westminster？有这就是因为跟我的其实大学的同学在那边成立公司的时候是在伦敦，就是在伦敦，所以就，OK，Yeah，是就想起在这个名字，对，没错没错，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取一个比较洋气一点名字对，比较英国一点，只是我们就是想法还是声音的取向都比较像英国的，我觉得，好，这个好像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产品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甲类新的甲类的功放，，right？哦，这是新的，对，100瓦的，100瓦，对，一所以百就瓦是，OK，这里个面是的背面，结构，对，这个是还没有公开，还是已经公开了已经公开了，其实就？OK，是第一次我们在华沙的。音响展，对，华沙音响展，对，它的型号叫什么？Zero，这里有一个对，这个就是 OK，Zero。Ray，我们叫做 Ray，就是日本的零的意思。因为我们第一个功放就是Class AB 的那个叫做 Uno 就一是对，，Yeah，所以这个就是零，有负一吗 没有了，这个应该是我们最？Entry level entry level 就是最入门级的对，这入个，门。所以这个功放是100瓦甲类的单声道后级。对，哇哦，一百，体积这么小。对，体积那么小，怎么做到了？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电脑的 simulation，OK，它是自偏流的，就它的 bias 是怎么处理的，就能够处理到这么，咱们说这么体积这么小，我相信就是你们在这个bias 上面或者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研究。对，我们这个有一个叫做我们是可变动的 bias，所以就是说，你启动的时候它的 bias 比较高，让它们比较快的热身。Warming up。我们对，然后它就会降低一点，嗯。但是低的地方都不会比这个100瓦的output 低，所以就是 constant 你就会得到100瓦的 cascade 的声音。好，所以他的声音会是怎么样一个感觉？能够描述一下？我觉得就是它的不是平常市面上比这甲类的声音，我觉得 OK，就是比较会快速一点，蛮快速，蛮很快速，高很，因为它的 bandwidth 是很高的。其嗯。实如果你看那个 Stereophile 跟其他的公司 Yeah，做那个测试的的 bandwidth 的测试，你看到很多后级它的 bandwidth 大概就是40K，minus 1.1 dB，Yeah，这个可以尤做其是到甲五类十会多。更对，这个可以做到五十 OK，多。好像它背面还有可以翻过来吗？可以啊，所以这下面都是全都是power supply，就供电的东西。这个我们在那个 vibration 跟那个就在抑制振动方面，你都会对，做做了很多功夫。很多的功夫。对，有没有价定价？定价现在是28,000
美金。28,000美金，哇哦，十几万人民币是肯定要的定价。对，但是这个是最便宜的100瓦 Class A Monoblock。好，如果你们那个最上一级的那个大佬级别的这个机器，大哥级别的机器 ，sorry， 得要多少钱的定价？大概哪个？我们现在要6万多美金。美金。哇哦，我因为那个是全手制作的，手工的，全手工做的，手工的。这个其实蛮多的都是手工。对，看到很多的接线也都是手工线。嗯嗯嗯。所以我们公司就是要把。我记得那个机器是蛙铝的，对吗 ？Correct me if I'm。对，那个是蛙铝，这个不是。嗯，所以就 cost 会有 cost down 的部分在里面。对对对对。其实每一个都是 CNC 的。呀、yeah, ，看得出来，但是是拼接的。对对对。嗯。然后这个也是用了一个 O core 的传统，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很好，说就说是。日本人，所以这个机器你们搭配过，当时在研发的时候搭配过 work 比较好的，或者说搭配比较好的这个扬声器是哪一些？它能推，也就是说简单一点来讲，它能推怎么样的音响？我自己就是用那个 VV Audio 的 G1， yeah, yeah. 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没有太大的，所以就是 VV Audio 的旗舰 G1 都可以很完美的这个驱动。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没太大的问题。哇，你的散热器上面的这个怎么讲，就这种表面处理的这个工艺都很 smooth。对，不这个只是 asymmetric 的那个 heat sink，所以就是说把那个 vibration control 就是控制的好一点。嗯嗯嗯，酷。这就是我们在五年来学的全部经验的一些积累。哇，你有一个大冰箱。我上次记得这个大冰箱里面好像是有，我能拉开来看一下。可以。OK， 看看你做出这个100瓦甲类这么小这个 mono 的人喝一些什么东西？加多宝。喝的最多就是加多宝。你是为我准备？这个是维他，是维他。这是维他。OK， 维他奶。嗯嗯，好。还有，我拿一杯加多宝，因为我喜欢喝的。是吸管吗？不要，没关系，我这样喝就行。好。哦，这里我看到有一些跟 HiFi 有关的东西。哦，等一等 ，OK， 你们看啊，哦，有一些杂志 ，Right？ 对，有一些是音响的杂志，但是大部分都是我读设计。OK， 这一本杂志要特别讲，叫《料理王国》。那你们可能不知道了，Angus 是很喜欢美食的，所以呢，你们到香港来呢，到 Angus 这就跟着 Angus 吃地道的香港美食就对了。This is a right-away letter. I gotta mail it today.